要写什么马背我？有得睇嘅。我真系真系打。好搞笑，佢嗰个 app logo 咧，如果我唔系睇过知道佢系嗰个铁王座咧，我会以为佢系一只箭猪，一边好冻一边好热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EG 大国际》。大家好，咁之前咧，你都见到我会做一啲剧集嘅评论啦，即系例如好似《探变》同埋《纸房子》咁样啦。咁最近其实就啱开始咗去睇呢一个烂尾神剧《权力的游戏》。正当我开始追紧第一季嘅时候咧，就手机 game 啊，呢个《权力的游戏》林东张子 M 咧就出咗啦。为什么要叫做 M 呢？迟些会不会出一只《权力的游戏》炎夏将至 S？ 讲一笑啫，我知道 M 是 for mobile 的，是 for mobile 的。好搞笑，它的 app logo 呢，如果我不是看过知道它是那个铁王座呢，我会以为它是一只箭猪，一边很冻一边很热。那我现在就试下玩这只 game， 看好不好玩。一路玩这只 game 就一路追剧，我决定希望就不会上晒路。哇，这些是不是我是不是被这只 game 剧透了呢已经？我睇第一季头几集都未有呢咁嘅阵容喎。大人，长夜险恶，请揀一位随从指挥官。史塔克啦，咁因为我睇第一季啊嘛，你都知道比较多嘅时间系讲紧史塔克嗰啲人。哇，咁史塔克亦都好近乎我嘅战斗风格啊，又系嗰啲笠住个头蒙住块面嗰啲咧。但系都睇晒咁多人先啦，我用颜值嚟打仗啊，唔系太好啊，太老啦。拎住个竖琴走去做乜鬼啊？我唔用毒嘅。嗱。呢個就贏了，點解佢個劍頭係個劍頭大？哇！呢個有少似三國無雙啲人物喎，唔使諗啦，史塔克。史塔克係咪即係狼家嗰啲人啊？因為咧，我睇呢套劇，我發覺我幾中意嗰啲狼。嗰啲狼係好有靈性啊！個主人舐嘢嘅時候，又會走過去咬個敵人啦。然之後個主人想走去兇嗰啲人嘅時候咧，只狼竟然可以幫手一齊兇人。哇！我喎，我個名叫做我啊！哇！恢復糧食開始，咦？啊，咁啱有觀眾留言俾我，一開波要做啲咩啊？建造農田啊，委派指揮官。哇，加多一個指揮官個建造時間，只不過係能夠減少1分55秒呢、這個指揮官都幾有用啊！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就繼續去研究一下只 game 啊，增強一下實力先，一陣再繼續同大家介紹。玩 game 最緊要係咩啊？最緊要就係有隊友啊！咁所以依家咧，我又夾硬扯咗大木過嚟一齊玩啦。OK 嘅，我覺得啲畫面好靚。畫面 OK， 即係對於手機 game 嚟講，畫面真係算係咁啊！呢個 game 一開始啦，俾你揀嗰啲畫面流暢度啊。我一開頭已經揀完美了。係，我都係。我可能唔揀完美。冇錯，醫院應該係重要嘢。我有起啊！而家疫情咁勁，醫療帳篷有冇起過？冇啊，我都冇。又話緊要，又話疫情勁。哇！嗰啲收割嘅 logo 係真係細到老母都唔認得。佢算係清晰㗎啦啲嘢。我玩過類似嘅 game 咧，係可以再模擬。係啊。開名家族係咪家族？我有創建啦。家族名稱叫咩啊 ？E.G. is handsome。handsome。我即刻唔撚想入。入啦，可以設定標語喎。歡迎收睇 E.G. 大個仔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嘅標語啦！家族新月寶室，喂，你送咗個禮物俾我啊！入嚟喂，我都有。誒、欸，咁好禮嘅新年咩，大佬？送哇！大木博士送咗50K 木頭俾我，好襯啊！喂，果然係大木博士嚇、啊，有家族先有多200幾金，係啊，應該首次加入。我嬲嬲地啊！我係冇咗200金咯，因為我開家族要冇200金咯。係嘅咩？係啊。咁呢個家族好得意嘅家族系統，佢仲有呢個家族幫助咧。若然你有呢家族嘅成員要喺呢一度，譬如起樓啊，我即刻起一個咪得。係你依家起一個，咁我應該就會見到呢個家族幫助。有係問有請求幫助，我想睇到有。嗱，等我睇下先。冇啊冇啊，睇唔到啊睇唔到。幫咩啊？你幫助有貢獻我噶，但幫助係唔使付出噶，唔使噶，咁勁咁嘅嘢叫人幫咪得咯。嗱，我依家就揾個巡邏隊求其打一打，誒、欸，衝到過去啦，打佢，打佢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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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打贏咗，贏咗啊？係啊，好似好多嘢咁嘅。哇！我發覺嗰啲士兵升級咧。
係一級一級咁樣迎上去，已經係誇張到啲甲係靚到啲將軍表示，迎過啲指揮官。要演指揮官正和以後，咁報告一下，咁頭先咧，佢開咗一個叫大木博士嘅 account 啦，咁但係咧，因為我哋唔喺同一個版度度，即係我喺 K3， 佢喺 K2， 咁類似就係唔同嘅地圖啊。咁就算係盟友咧，佢都唔可以一齊打人啊。咁所以有個小建議就係，如果你同你朋友一齊玩咧，盡量喺呢個防護罩解除之前咧，就快啲利用過一次免費移民移去你朋友身邊先。Yeah. 如果唔係好弊，佢而家重新開咗 account， 佢三粒鐘。咁我趁呢個時間走過去抽抽指揮官先，又好似有得抽咧，因為我唔知點解，我唔知係咪撳錯啲咩，放棄咗個十抽。唔會放棄㗎，冇咯。唔係啊，要攞㗎嚇，要攞㗎。全部冇攞，你攞曬先。哇嚇，係喎，我依家又有200金啊！咁樣就想打人。哦，原來一開波送咁多嘢㗎。係啊。咦，咁我依家真係可以十抽啦，有一張勁嘢。咦，我唔中意呢個角色啊！點解啊？呢個角色 PK 仔嚟噶，但係好似好勁咁喎，落機都睇唔到。係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度咪有啲馬喺度走啊，周圍走緊嘅，希望佢唔係走過嚟打緊我啦。咁呢度嗰啲兵行嚟行去咧，相信就係即時噶。咁如果你見到人哋個城走一隊兵出嚟打人咧，我相信你可以 hold 住佢去打人嘅時候咧，就去打佢。所以你都唔可以派曬啲兵出去咯，因為個個都 hold 住咗你咯。應該就係咁啊。因為打玩家咧，我譬如我隔離有個好臭串嘅七 level 玩家啦，個城有 skin 噶，錄得好緊要嘅。咁我諗住集結打佢啊，就要大於17級。咁我依家就唯有試下打下啲 NPC 先啦。譬如呢一個城，咁我撳集結攻擊，佢打得㗎啦。我唔知道5分鐘係咪要等5分鐘啊？咁如果我咁8小時嗰啲，咁佢咪要驚咗8個鐘？咁你有8個鐘可以多啲人啊嘛，越嚟越多人啊嘛。可能有啲人喺啲遠啲地方要行過嚟要時間嘅，要46萬兵喎、啊，有得睇嘅喎。我真係真係要打，俾多少個醫療帳篷先？家族集結公告，一定 win。在等待出發的時候順手講一講，我見到他這裡是會有那些官方的活動日曆的，即是譬如有什麼活動呢，他就會在這裡有個時間表告訴你，即是都是做成就去拎獎品。哇，出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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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會變成怎樣呢？不知道。完敗，完敗，我們完敗了。我不如試試打個綠色的，你要17厘啊。但是我可以不集結地打他，試一下。我都另外自己按就行了。是的，一起按就行了，這個就是兩部機在旁邊的好處。他5萬多戰力而已嘛，我都9萬多啦。哦，那就行了。打打打打打打，綠色啊， skin 啊，打啊，等一下，按了，按吧，按，按，一箭上陣。喂，衝緊，衝緊，我現在，我都是，哇哇，但是為什麼都是只有一堆人的？做咩？完胜，完胜啊！我完胜咗，我冇出兵嘅，点解？可能因为我揿咗先啊，得一个同时一个人打。啊咁啊！我发觉咗啲嘢喎。咩啊？喺你打完佢，佢而家出晒烟啊嘛，我仲可以揿进攻。我都得喎。我进攻噶！哇！佢真系冇彩啊！你冇。因为我坚啊！赢咗未啊？见唔见到我啲队伍？喂！是咁轮咯，喂！跟住我又揿进攻先，完成咯。Good， 我灯都未坐暖啊！我可能被攻击，佢保护咗啊！系啊，打到边保护？好惨啊！佢有工会嘅人哋，我哋千城啊，系时候。喂，好啊！即系 game 咧就玩到嚟呢度先，打玩家系真系好有趣，尤其是如果你有 friend 喺你隔篱一齐围住一个嚟打咧，嗱咁咧我呢度仲有个家族嘅，咁你哋又可以试下加入嘅。虽然我想你加入粒水后会唔会多啲，即系如果你哋想喺呢个家族入边真系想好认真咁玩咧，欢迎同我讲。我见到呢度有基本功能入边咧有个族长禅让啊，我哋个族长俾埋你做。好啦，咁下次再有啲咩手机 game 玩，再拍俾大家睇啊！记得订阅我，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！有得变更对外宣言嘅喂，有个叫对外宣言嘅嘢，即系应该系人哋揿入你个公会度可以睇到啲咩咯？
我屌完怪添，打我啊笨！我嘅对外宣言系打我啊笨！